在这个迎接当中，突然一顶大架，就是去捡到一个白人的少年家。这个魂可能是对这个房山的海边换进起来，去让这个少年家看看到。哦，真正冲入冲危害啊！哎，他那个海浪是不寻常的海浪啊，整个大港被埋没了。伊后生伫这段路顶，居然甲因老爸讲：“爸爸，爸爸，啊，你开始弄掉两个人啊！”佮等于诸事不顺，精神错乱，去甲处理这件事，大家拢处理袂起，甚至有法师去予处理甲耳仔啦、嘴啦，拢去予夹着，连这个嘴巴皮吼，这個、嘴巴的皮吼。今天呢，我们就要聊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咱台南西螺灯的鼎鼎大名的桥卡圣王宫的故事，就是讲咱讲到讲要来掠鬼啦，还是讲有啥物魔神啊、歹物啊，要找神明斗啥工啊？为什么拢常常来去想到圣王宫啊？因为圣王宫不是一个孝顺而得到出名的神明吗？啊，乃讲变作讲掠鬼拢想到圣王宫安尼。孝顺的背后，它也是有一股正气啦。啊，所以这股正气吼，其实人神都会蛮尊敬，也蛮怕的啦。嗯，啊，因为咱西螺灯吼，主古早咱在民国60年代有去出巡过，啊，因为这个出巡的过程，拢去有着一挂乡野传说，这乡野传说拢去有咱县王公甲处理好势，所以较有这个两鬼大王的名称啦。处理足侪咱讲歹空的代志，安尼就对啦。对啊，对。哦，啊，听讲这甲房山那边够关。但是咱西螺灯的富城呢，房山阁一段路来了。因为在民国60几年代吼，民国68年吼，伊有奉旨下来出巡，啊，当阵就是拄好去南巡，啊，南巡去咱拢会去踅人的庄头啦，啊，去到房山这个所在就是啊有信仰西螺灯的信王公，还是讲有信仰信王公的信徒，拢会出来迎接。啊，在这个迎接当中吼。突然，这顶大架就是去点到一个16岁少年家。这个少年家其实就是有异状啊。你是讲迄大架挖鬼的时阵吗？类似那种白沙屯妈祖有没有？啊，也可以把人变出来。哦，我知，这个我非常有经验。类似那种景象啊。哦。所以把点出来了后呢，啊，这顶大架怎划位？这个房山的海边吼，这个云可能是对这个。房山的海边，怎印起来，去予这个少年家怎翻到这个阴的物件。嗯，哦，啊，所以伊怎去伊这个事故地啦，哈，去甲正讲去甲修复这个模型啦。哦，啊，所以咱即马图片顶关就是有这个海印吼，啊，甲神明啦，哦，啊，无形的当中伫遐咧烧着。啊，因为你若看到这个，真正冲落海安尼。欸，他那个海浪是不寻常的海浪啊！当时候因为我爸爸啦，吼，我一寡阿叔阿伯，甚至他职工辈，吼，因拢有参与这场。哦，迄硬安尼无算细呢，啊，大家安尼冲了。这个是一个部分的场景，他们其实有一个场景是整个大家是被埋没了。啊，大家拢伫遐伫花店吼，伫遐感觉讲啊，海啦。啊！这顶大架啊，全部的人怎碰伊啊？安尼会漏开袂啊？结果怎无几分钟哦，对另外一边怎走出来？哎，这东西对咱这个老一辈口述吼，其实回想起来是蛮惊心动魄的。哎呀，我刚才看相片，你哎，大家各位，恁想看卖啊？那个大架嘛是往那挡架，然后那个浪又这么大，那个其实浪打起来，因为照片上已经打到人的腰那么高，你弓箭跟个你要徛是徛不上来掉呢。我但我当时那个海用底底吼，爱卡打滑，这规个人其实会沉进去的。哎呀。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神机啊！啊，尾啊，雷整了是，你讲迄个16岁的少年，伊伫海边啊呢？当然，伊这段时间就是伫遐烧着，甲这个可能这个龟头啦吼，去帮伊烧着。当然，你这粒头爱先甲捏起来，他来处理这个少年家，安尼较会好嘛。擒贼先擒王安尼啦。对，啊，所以伊到海边啊去处理这个代志了，他阁等来伊这个少年家。过无偌久就 OK 啊，就好啊。哦，我听讲咱西螺灯像讲伫个咱的高雄遐嘛，捌有过很吃惊的战绩啊。迄个是，哦，是啥物？这高雄的代志是发生伫这个基丁啦。这个基丁的事件，在那时候的台湾日报是蛮大、蛮轰动的一个报道。哦，伊顶管
有写到这个港都怪谈不是鬼话连篇，嗯，这个新闻是报了真大篇啦，民国71年，8月12号，哦，这个是有根据来源的啊，因为这个部分就是讲，这个人姓曾啊，住伫基丁啊，这是有一枚吼，经过咱基丁知名的公墓。啊，经过遐个时阵，又再着因个后生啦。啊，因后生伫这段路顶，居然甲因老爸讲：“爸爸，爸爸，啊，你开始去弄掉两个人啦、啊！”啊，哦，这个庄先生吼，转回头讲靠有啊，也无去弄掉啊。哦，结果等于开始啊，啊开始刷到迄种个感觉，诸事不顺，然后又精神错乱，啊，甚至也够有暴力的倾向。啊，迄当阵到当地吼，其实。在地的庙宇啦，当地的法师啦，去甲处理这件事，大家拢处理袂起，甚至有法师去予处理甲耳仔啦、嘴啦，拢去予夹掉。啊，夹掉吼，连这个嘴巴皮吼，这個、嘴巴的皮吼、把它咬掉。哎、我食物件。系啊，这个咬掉吼，伤势真严重。嗯，哎、欸，那个蛮惊悚。哎、欸，那这个立足亲的嘞吼。就是那个鬼魂，就是对料就亲的阿伯，是啊，完全控制他的神智啊。然后他就是被庙方也是把他锁起来，用铁链把他锁起来，无伊有暴力倾向啊。哦，啊，他有暴力倾向，到最后我的相片，哦，这个相片就很清楚了。嗯，嘿，对。一直到人讲、哦，啊，你开无要去西螺镇吼找圣王公安尼啦，过圣王公安尼啦。啊，当然落来请求啊，咱的西螺镇的大家，甲手球啊拢去。啊，去的时阵，咱手球啊既然吼写一字安呐、啊，安心呐、啊。当地人讲，啥物叫做安心嘛、啊？你甲看迄个法师已经去用夹夹安尼啊，啊，阮要安那安心，因为阮若甲透开怎？对啊，迄人头前有人处理就处理袂来啊，你叫要叫我甲透开，我煞敢。吼、哦，结果真正吼，圣王公嘛讲安心。嗯，甲透开哦，啊，这个怎真乖呢？真正坐伫遐呢？啊，当然，在医治的中间一定有想要挣扎的现象，但是到最后呢，也是被圣王公把他收服掉了。哦，这不过新闻有报安尼哦。哎，不过新闻有报啊，连尾手吼，这个基丁这个户民吼，因为看到这个神迹，嘛是有来西螺镇搭下一块匾呐，加神通广大。哦，佫有上匾来去吼西螺镇安尼哦。系、哎、哦，佫上匾啦。这嘛是有去搬吗？就是有搬才处理起来，还是无搬就处理起来？有搬，咱的大家甲手机啊去甲现场。就用伊遐附近的迄个庙宇的庙埕来处理这件代志。哦啊，所以这个匾啊，也搁存在伫阮庙里吼，伊边啊是有写基丁啊某一个庙宇吼，境内的户民来答谢这个事情。像讲这掠鬼也好，处理大事故事，原来嘛是真济。因为我看讲咱只资料顶，原我写讲，圣王公甲潭水镇有关系，生态，这不对吧？潭水镇是迄呢、是七月七号才。哎呀，潭水镇诶，甲圣王公有关系。哇，咱潭水镇这个事件，它是在我们民国51年，因为咱迄当多好是上好年。啊，上好年吼、哦，咱每一冬拢有咧办这个端午的划龙船活动。台南的运河，运河，台南运河。这个运河吼、哦，其实自古早人也是讲爱情无顺时啦，也是经常失败吼。对，日本时代报纸特别写的讲台南运河就这情侣相约去殉情这样子的故事，非常多，日系的非常多。哦，哎，所以咱民国51年吼，因为咱头下讲这个所在有咧飞龙船，因为迄当阵咱台南遐有一个新丁啦，新丁就是有酒家，加基督吼，因为红灯区就对啦，红灯区，以前在红灯区嘛是有派出代表出来咧飞龙船咧，所以。真稀奇吼，真起码应该是九点对九点吧，因为这就是有两个红灯区的单位在对抗赛事吼，非常激烈，所以吼徛咧这个岸顶，因为古早岸顶拢是这个木板吼去做站板，顶这个台啊起来，然后一个重心不稳，全部翻下去，哇，有超过22个人全部掉下去，然后有22个人不治。不是22个人，六月是22个人，无去，无去。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在那个地方就不平静啊，所以没办法平静这当下，因为也有以前这些殉情的男女啦，啊，在这个地方哈，其实，到了一些晚上啊，还是七月的时候，蛮多灵异故事。所以到那当中，咱当地的四商会就来邀请西螺殿啊来做这个砍水针的法事啊。咱的砍水针法事当然就是用大甲啊、甲手条啊，但因这个混合者吼设一个搅混蛋。但这个台顶呢，啊，你要很砍这个亡魂起来。嗯，啊，砍这个亡魂起来的时阵，那当中蛮奇怪的是讲，比如讲我许生凯砍起来。他那个手教就是写许生凯，请家族节节点节节点哦。啊，东西一等待嘛是安尼去奉上哦。哦，是哦。我怎样砍水针确实需要家属才有法度针才砍得起来嘛，不是任何人都会使砍那个针。但他是真的广播叫家属来啊。县王公给你砍起来，啊砍起来了哦。广播请家属领得去。拖起来嘛是有无人领的亡魂啊？啊，不会啊，不会啊，要送去迄个公寓店。等下，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工作哈，让他去完成。我好奇耶，那个他都要台哥讲，县王公甲大家看起来了后，啊亡魂吼家属领登去，但是伊用什么方式吼领登去？啊，当然伊会看是用一个替身还是什么货吼，因为迄当阵民国国在印尼。我爸爸要个这样细汉呐，啊，我给恭喜听咱遐老伯吼，正是怎样回念等你安尼啊？口述啊，有可能就是用这个替身的方式，还是摕在生的衫吼，啊来做这个代志。所以咱西螺殿圣王公唔呐讲咧掠鬼真威严，处理代志真溜咧，其实咱一寡咱对人的代志，算讲嘛真慈悲呢。真的啊，系啊，因为咱伊只干那掠鬼尔，伊是我那会使讲救多起来啊。因为咱顶边讲到这个砍水针，其实讲到尾啊，结论就是砍水针吼，一方面是让咱只个亡者会当可以过了快活以外，其实是对咱一个伫人世间只个家乡的慰藉，对，是一个慰藉。所以咱先讲讲，其实你当阵这个事件，伊然后大家正讲终于安心了啊。但信用公有把我们的时代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有把他救起来，甚至说你就带着信用公做会修行，哇，那个这个其实很温暖的事情呢。然后我们也记得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继续跟生凯来聊咱府城西螺殿信用公的奇特故事。我是大宝，拜拜拜拜拜拜，我们家的侯牙拜拜，快点跟大家说拜拜。